师兄，哎，二师兄啊，大师兄，二师兄不好啦，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。救命！上头 Red J， 上头 Red J， 上头 Red J。沙僧日记。不过怎么才能让沙僧乖乖喝咱们的圣水呢？明天早上我去给他们送早餐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也有点疼了，师傅，怎么我疼死？哎妈呀！哎呦，疼死了！哎，疼死我了！忘了我吧，国王。长治二年六月二十日，二师兄说：“唯女子比小人难养也。”但是他将上下而求索。啊！来人，救命啊！有人往我们豆浆里边搁砒霜哦！师傅给了一根油条，这不让人笑掉大牙吗？啊！谁让你偷吃我的东西？要不你念紧箍咒，你念死我得了，行不行？师傅啊，哎，你能不能先去找个大夫给咱们看一看呀？哎，等一下，哎。你们这刚来就摇上号了，也太幸运了吧！我都摇两年都没摇上。哎，老板娘，你此话怎讲？说清楚。对，这不明摆着怀孕了吗？怀孕？对呀，我们女儿国又没有男人，那想要怀孕又没法羞羞，那只能去找国王啊，排队摇号领圣水。你们呀，抄上了。师傅，我可算明白了啊，这女儿国的国王啊，这是贪图咱们三个人的美色呀，叫咱们给他繁衍后代啊。我知道为什么他不要老沙了，因为他怀疑老沙的 DNA 有问题，他看不上老沙。老板娘，这河水可有解药啊？怀孕多好的事儿啊，为啥要解药啊？我们四个是男人呢、啊、再说我们还要去西天取经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你们去找国王呗，国王肯定有招啊。哦，不过我提醒你啊，你们这样啊特别伤身体，以后没准怀不上了。那好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啊，好啊，太好了。那好吧，老板娘，拜托你照顾我师傅和师兄，我这就去找国王要解药。你去吧。哎呀，你说这样合适吗？合适啊，陛下，您刮了胡子就是比有胡子漂亮啊。哎呦，我说的不是这事儿，那也合适，这叫炒作，通过舆论造势，娱乐圈的明星都这么干。大家知道不会生气吧？到时候等脑残粉们把这件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闹得沸沸扬扬，他就算不就范，您到时候再发表一篇催人泪下的声明，博取大众的同情，迫于舆论压力，他也得赶鸭子上架呀。哎呀，但愿一切正如爱情所言呐。哎，行了，吃吧。这个音乐听起来好像很眼熟的样子。月兔姑娘，我跳错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而且你还少一只兔子。原来国王是女扮男装啊！圣僧哥哥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怎么样，在我们客栈休息的还好吗？对我们女儿国的风土人情，可还喜欢啊？女王陛下，我的师父和我的师兄都怀孕了，我是来找您要子母泉的解药的。你知道吗，很多年以前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，情根深重之后才发现的早有家室，备受打击的我从此对你们男人根本不抱有任何幻想。不过那日我听圣僧哥哥说，离人正如恒河之水。哎，他怎么听到的？寡人觉得颇有感触。你说你怎么对感情有这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我是来要女儿解药的。既然这样，寡人也就不再故作羞涩了。那日集会上，妹妹对哥哥一见倾心，寡人如今心向明月，
不知明月，意下如何呀？要要，我要要啊！哎，等会儿要啊！娇娇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啊？要要，我要要，豆浆油条只要来一套。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怀孕期间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别接触小动物。师傅，你看我干啥呀？心寒。师傅，您不教导过我吗？养小宠物要不抛弃不放弃。对了，我给他们打过那个疫苗了，应该没问题的哈。哦，那就多注意营养。悟空，为师需要营养。师傅，我这也怀着孕呢。来，有一根是我给你的啊。不能总维持一个动作，得动起来。那可我们是男的，怎么生？从哪儿生啊？哎呀，别管怎么生吧，你们呀都得出去溜达溜达，要不然老宅在这儿，你从哪儿你也生不出来。都给我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动起来，走，走两步，走两步。不爱我，爱我。喂，跟那个唐三藏保持一点距离，你就是不听，看。人家已经成亲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娶媳妇了，生孩子了。岂有此理！既然有小三敢抢我的圣僧哥哥，只有不勤奋的小三，没有打不死的正房。妖精，拿命来！咱俩是妖精，你回来。250。圣僧哥哥。我们的婚礼就定在下个月初二举行，怎么样啊？不要动我的头型好不好？不知道聘礼方面哥哥有什么想法呀？我要要。好啊，你们都商量上彩礼了。晶晶姑娘，被误会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唐僧派你来的吗？哦，你就是圣僧哥哥喜欢的女人呢。你个妖精怎么知道我？还叫我家亲爱的是圣僧哥哥，真不要脸！你放肆！要不是看在圣僧哥哥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把你给拿下了。谁怕谁？有好戏看了。干嘛呀？哎，姑娘，问一下，你们这儿干嘛呢？办准生证呢。准生证？准生证就是你生孩子用的，没有他你生不了孩子。是吗？那。怎么办啊？这个东西就是你在你户口所在地，然后开个证明，然后过来存个档就可以了，不然就生不了。我们都是外地人啊。那外地哪儿的呀？什么？我东蜀大唐长安城的。我是东胜神州花果山水帘洞。我高老庄。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？哎，干嘛呀？没事了。算了，那咱还办吗？我说算了，这个老沙看有没有解药得了，别生了。那咱找解药去，找解药去，别生了。这两个人已经互相等了一个多时辰了，难不真的要打起来吧？你不要害怕，爸是不是应该赶紧动手啊？哎，快过来，看热闹，看那儿，看热闹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是来要解药的。厨艺比赛开始。哇，女王陛下这个菜做的真好，好有食欲呀！哼，要知道现在馆子到处都是，谁每天翻来覆去做那几道菜？挑馆子比颠大勺要难得多。静静，我挺你。哥，你看他这做的，好恶心。
哎呀，晶晶姑娘，其实你这个还是不错的嘛。你看这个蝙蝠表情这么狰狞，死前已经很痛苦，吐了很多的胆汁，这个胆汁在火的烘焙下已经产生了一种特别特殊的西域风味才对啊。好了，我宣布获胜的是陛下。打扮男朋友，陛下打扮圣僧，白晶晶打扮沙僧，开始。我为什么给他打扮？他凭什么给圣僧哥哥打扮？你这个丑样子怎么打扮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比赛比赛，请两位圣僧配合比赛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我觉得不对啊，这女王她跟沙僧他俩明显的感情。行了，不是，你没看出来？他去，你管谁爱谁呢？对，咱能看热闹就行了，不要傻。当当当当。哎，怎么样？林静，你这个造型呢是真心丑。师傅，你穿上这身衣服也真的是一表人渣啊。你那么厉害，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？是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我年轻啊。我已经失去必杀技了。女王好像很伤心的样子啊。既然我输了，那我祝你和沙僧幸福。哎，真的吗？祝我和晶晶幸福。沙僧？关沙僧什么事儿？真没劲。早知道了。晶晶。沙僧哥哥。哎，晶晶姑娘。哎，别动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现在我怀孕，我现在就打死你，信不信？师傅，快点吧，要生了。师傅，拿解药吧。师傅，我求你了，要不把我这孩子打掉得了。孩子打了？哎，好近呢。你要敢把孩子打了，我就把你打了。师傅，你心太狠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天意。我和晶晶也是天意。天意让我们把他生出来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把他养大。然后一起变老。十年一树，百年育人，这也算我们最好的经历了。完了，又生了，又生了。咋了，猴哥？又生了，又生，疼！猴哥，疼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又生了，又生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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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生了！呼吸呀！真好玩。实在太过惨烈，我实在不忍心让你们经受这分娩之痛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有舍身取义，用我自己去跟女王陛下换解药了，以换得师父和二师兄的平安。好，快去吧。答应这么利索，算你们狠。行了，你看看。既然女王陛下一定要让我留下才肯拿出解药，那就把解药送给我的师父和师兄吧。留下。真的？你真的决定留下？君子一言九鼎，快加马鞭。我啦，快马加鞭。哎，可是你并不爱我。哎，事到如今只有撒谎了。我爱你。听见了吗？他说他爱我。哇，喊得这么假你都信呢？算了，你走吧。勉强的感情我不稀罕。那解药呢？欧巴，啊，就算我留住你的人，也留不住你的心思。米达，换段音乐好不好？既然我如此爱你，那我让你走，哎，解药也会给你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可
可劲儿亲吧。欧巴啊，我仰慕你至情至意的性格。年轻的时候我不懂爱情，被花言巧语蒙蔽了双眼，如今遇到你，我们却有缘无分。你我今生不能在一起，哪怕求个善缘，祈求来世，不也是极好的吗？女王陛下，我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我只不过想要解药而已。我懂你。有吗？我是不会忘记你的，希望。希什么希望什么望？你偶尔也会想起我。只能发大招了，女王陛下。离人正如恒河之沙，沙僧既是离人，你看有没有可能你把解药给我，让我了无牵挂的离开这里呢？给我解药啊！圣僧哥哥，你取完经之后还会回来吗？不用说了，就假装我不知道答案。我明明说了好几遍答案了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师父，你们不会都已经……闭嘴！待会儿都写到日记里。其实子母河的圣水，男人喝了根本就不会怀孕，只会打结石。对于男人来说，功效就是排石。就你懂。师父师兄都下了石头蛋，我也好想下个蛋，呵呵。姑娘，你是为何来到女儿国呢？为何？还不是因为没有遇到好男人被剩到这里了吗？哎，那在你心里什么才是好男人呢？有的时候是不知疲惫的打桩机，有的时候是有求必应的提款机，回家的时候是温柔体贴的家师机，逢年过节的时候呢……哎，姑娘，那个打断一下啊，你恋爱过吗？没有啊。师傅，师傅，咱能不问这种白痴问题吗？怎么白痴了？我也挺想问的。你对男人这个要求是太低了吗？这位姑娘，一步去不了西天，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。你呢，想找一个完美的男人，现在确实比较困难。但是你可以先找一个有一两点契合的人，在生活中慢慢的打磨。哎，行行行，哪个男的能让他天天折磨呀？勇攀高峰，不断进步。哎，我告诉你啊。这个女人恋爱啊，说是有这么多标准，但一旦恋爱了，那些标准就全没了。真的，就像我媳妇翠云，对不对？当年就喜欢东北俊熙，自从跟了我以后，就觉得东北俊熙就比我丑。哎，我就猪美俊熙，来自星星的猪。我能打你吗？